为什么那个烦恼我也很久了，理解？如果我们拿条漂白呢，我觉得很麻烦，真的很麻烦。比较很简单的漂白，就是用那种，它有种粉是粘性的，所以你将一条肮脏的衣服弄湿了，OK，然后开一点点水，咁然后呢，将这个倒进去，普通的分量啦哈，你认为啦哈，你喜欢啦，然后将它搅匀，搅匀，它可以脱它的肮脏，还有漂嗰条沙，颜色也可以用一个方法嚟漂。咁然后呢，我们就拿一个垃圾袋，装住，拿一个垃圾袋装住它，大概装多久呢？哈，我猜大概装半个小时也可以的了，不用太久，因为它已经没。然后将这个卷起来，将它放在一旁，放了小时，你拿来清洗，清洗了之后呢，它的还有觉得不够干净，还有拿盆水，那么我就现在放了半个小时了，OK，我拿出来，拿出来，那么还有那种东西可以洗什么呢？我觉得可以洗女人的经期，我们月经那种。血可以来接一下，洗得好干净，真的我洗过，穿一个不错，还有呢，你将你分的小时了，然后呢，将它这样洗干净了半个小时后，这样子洗干净，你怕它的味道很重真的很香，很干净的半个小时的，哇，弄出来你很惊喜，咁然后你怕它的味道很重洗多两次先。洗多两次，然后呢，搵盆清水浸一下，浸一两个小时没关系。你搵多两个小时，哇，一级棒，真的一级棒。这样如果你洗得很多次了放多点水了那么放多点水呢，咁我就放在一旁了就是这么简单，放在一旁了就令到条衫可以很漂得很白，颜色也是用那个方法来漂，没问题的。总而言之，你。开了一盆水，然后放一条染色的衣服在里面，就是用这个方法，这个就是白色的。如果他用漂染色的也可以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当一种漂白水来用，就是这么简单了。如果女人的经期也是可以用那种来洗，洗得很清洁。OK，这些都解你了，拜拜。